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于2021年4月1号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，征集来自全球科学家的观测申请，并于8月1号起分配观测时间。据介绍，面向全球科学界开放的第一年，预计分配给国外科学家的观测时间约占10%。